沈贵人好歹也是大家闺秀，怎的这字写得这么乱？烛火太暗了，凭借实在看不清楚，还请娘娘见谅。你自己抄了账簿，自然知道宫中开销庞大，本宫身为众妃之首，不得不做节俭表率。况且本宫听闻，若写得真好，摸黑也能字字娟秀，贵人的托辞未免牵强了点儿。那凭借再去抄录一份。你抄去吧，本宫打个盹儿。总之宫里太亮了，再去灭两盏灯。是。